你是皮蛋吗？林一舟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很久了。你说。为什么会是我呢？用菲菲的话说，你人帅、家世好、对人又专一，应该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完美老公。是吗？默默，所以我在你心里边是完美老公吗？差点又被你绕进去了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所以你是想问我，为什么选择你，而不是选择别人？我是觉得，从世俗的眼光来说，我并不是你的最优选择。情感上，我不会对你小鸟依人、依附于你；事业上，我更没有跟你强强联手的资格。我们的相遇本身就是一个意外，你完全可以拒绝帮忙，可你却选择订婚协议这样的方式来加深我们之间的捆绑。而且在这之后，无论是扮演情侣还是参加真人秀，你都全力配合，你随时可以终止协议，但你却选择了继续。从你是商人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并没有觉得你能从中获取什么利益。真棒！我的木木真的是越来越有商业头脑了。你说的都对，但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上面的部分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如果我们之间的订婚协议是一场阴谋，我不否认。至于为什么我不愿意解除协议，是因为我最终的目的，也就是你的疑问，我能从这一份协议中获取什么样的利益？让你对我动心，就是这份协议最大的价值。而冰山下面你没有看到的部分，是我喜欢你，我林以忠想和你夏琳在一起。那如果说这个就是你的目的，那主动权不是在我手里吗？夏小姐，协议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，有效期限。那好，我现在单方面宣布订婚协议终止。那我需要跟你科普一下，单方面毁约的话就算违约，你需要赔付我违约金的。那这次林先生可要失算了，敢不敢跟我走？走就走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
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走，带你去。你看，木木，这你已经复职了，我也要有所表示。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。不过这么多，木木，谢谢你在败家的时候想起我。林先生，恭喜你，两年的领带都被我承包了。那领带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我们现在已经领证了，而且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当然要把你紧紧地捆住。那两年不够啊，这么些也不够。我希望这一辈子的领带全都被你承包了。想得美。睡那么久了，太不公平了！为什么你醒得这么早？这有什么办法呀？就算是我错了吧。你是皮蛋吧？你洗完饭了吗？等一下，你不是要上班吗？上什么班啊？老板也要休息的。